话叫好。老四啊，你面前有个大白菜，还有一个大鸡腿。老四，你告诉老爷你想吃哪个？啊，喜欢吃哪个你就选哪个。不，你是不是傻呀，老四啊？啊，那鸡腿你不吃，老四啊？啊 ，seven， 你儿子是不是傻呀？啊，是不是傻啊？是不是傻？是不是傻？是不是傻？哎呦我的妈呀，是真那么傻？seven。三万，爸，我给你来个千年杀啊！千年杀。